啊，在座者吼，敢有搁要申请身份证的？因为身份证是非常的重要吼。咱台湾吼，本土台湾人要证明，就是靠这啦吼。来，啊，咱起立，甲咱这个中央的一挂，咱的前辈者吼，甲你欢送一下。 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等一下，咱这乡亲慢点走的哈，慢点走的哈。哦，咱乡亲慢点走来。哦，啊，若即讲即个咱即个论述吼，若即讲听无清楚，啊是讲以后若阁有机会，哦，啊咱即个所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圣地哦，希望讲，若需要搁再办的时候，啊，阁甲阮讲一下吼，啊，阮较阁安排搁来遮，哦。 咱关于讲要连续这个阿扁的这个资料吼，遐敢是有嘛吼？咱这个中心吼，若当连续拢是拢连续吼，啊，迄个咱已经有连续十万份的迄个资料，拢已经连续好啊吼，啊，若搁要连续才嘛有啦吼。咱的心情若万有够，比阮若一摆吼。 啊，中华民国若说说句歹的时阵吼，阿扁也敢有代志。阿扁的绝对无代志的嘛，对无？伊的法律是用于中华民国，是中国大陆啦。1949年吼，迄个南京的一个石碑，写清清楚楚，早就没有了。伊是咧骗咱台湾人尔啦吼。啊，咱在座的贵宾吼。 我想讲哦，咱来画一个括号好无？啊，较等于迄个舞台，阿伯啊，阿叔啊，阿婶啊，各位同事嘛，来，咱画一个括号好无？爱较大声的哦，哎呀，等于当厝边头尾才食点心啦吼。来，对我讲哦，我是台湾人，搁较大声的吼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毋是中华民国人。 来，哎，头壳有垃圾的叫一个，哎，烟蒂啊，哎，哦，各位同事，烟蒂吼，烟蒂拜托一个叫一个，头壳有垃圾的叫一个。